俱乐部。哎，左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关田区龙会家政指导员。哎，我关田区龙会主国当节目成立高龄班的是65岁以上的舞蹈班，好，我们成立已经5年了。然后如果有意愿的阿公阿嬷，我也欢迎他们来加入，好，哎。我们现在我们关田区龙会真的是农委会吼，为着要高龄吼，让高龄走出室内吼，走出户外吼，活跃自己吼，再一次的肯定自己。那所以我们成立这个班，那非常的欢迎，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吼，一起同乐。好，来各手正手的朋友，我上幼稚是18岁哦，18岁舞团要来跳哦，今年要关田区龙会哦。好，其实上最会是81啦啦吼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们先欢迎我们关田区龙会零零七俱乐部，谢谢。秋风清凉，天气晴，坐只小船去采菱，手翻林叶把菱采，叶角尖尖红又青，碧寒采菱最美丽，摇曳身躯采菱去。弯腰采菱伴夕阳，仿佛水中舞仙子。菱角洗伫水底来，坐着小小船只，亲像咧望彩。菱角亲像金元宝，高贵高美丽。菱角上赞，菱角上水，关田的菱角上爽上好食。关田菱角靠全台，可惜找无人来买。希望大家拢回来，为着故乡好将来。关田好山好水好土地，阁有咱用心的关田农会，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回来斗阵，为着故乡来打拼。出现我的梦中。
摄影大哥帮我们合影留念哦，为我们记录这个美丽的时刻。